6月政经民调列出台湾7位指标性的政治人物，其中高雄市长陈其迈最被信任，对于市政的积极程度以及精神都很认可。陈其迈跟黄伟哲两位在南部的市长，我自己觉得他们比较有公信力这样子。从民调内容来看，题目是政治人物的信任度，台湾民众最信任谁？高雄市长陈其迈36.2%，遥遥领先第二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20.2%，第三名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11.6%，第四名是立法院长韩国瑜9.6%，再来就是台北市长蒋万安、台南市长黄伟哲，垫底的则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。我们的招商引资啊，这些重大的投资啊，到我们的演唱会啊、经济等等啊，数位的转型各项的城市的一个治理，好，这都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功效。所以这个成绩不是市长个人的，是全市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我们还要继续的努力哈，让我们的城市更好。高雄成功招揽了台积电设厂，再加上多场演唱会等等，高雄的能见度在全国相当亮眼。陈其迈好感信任度夺冠，相信对很多高雄市民来说，应该也在意料之中。三立新闻林政和胡诗音和陈凤高雄报道。